在坐在缆车上面呢。不用害怕，你看，哇，风景好漂亮哦，来。好高呢。我们可以跟对面有没有人坐下来的，我们可以跟他打招呼哦。Say hello, everybody。哥哥害怕吗？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日月潭的景观。陈奕翔紧张到不知如何所说，来拍一下你儿子紧张的脸。嗯，还会微笑哎。哇，好好玩哦！来，对爸爸笑一个。Yeah。 要谢谢爸爸。谢谢爸爸。还要说好，说好听的话给爸爸听。好高哦。对啊，说好听的话给爸爸听。我爱你，爸爸，你很帅哎。然后呢？感谢。你的肉怎样？你的肉很肥。很礼貌，你的肉很肥，肥得很帅，对不对？对。真是强壮的爸爸吗？哇，真的好高哦！啊，兔子很紧张，紧握着妈妈的双手，来拍一下他紧握着妈妈的双手，他超级紧。哪有啊？我要撞到玻璃了。跟他们 hello， 嗨，嗨，你们下来了。爸爸，你没有拍一下下面，这边下面。嗯，它下面有步道哎，等于说下面的步道可以走上去。我笑哎，我哥刚顶管个爸爸。那我们下次就不用买来回了，下次就是买上去，然后那个用走的下来。行。哦。真的啊，你看这步道。那要走多久？对呀、啊。走个二三十分钟。都没有人走啊，你看。嗯。也没关系。因为上面的步道都坏掉了。我真的可以走哎，对对，妈妈。哦，也在步道够惊。妈妈，你听得到我声音吗？听得到，你耳鸣了，你啊啊，打哈欠叫，通了没？没。那再打一次，打耳朵。嘴巴张很大。好了，就叫耳鸣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高度越来越高，会怎么样啊？就是会耳朵会耳鸣，因为这样有那个高度会有压力吧，海拔是这么说的吗？对，就像你潜到很深的海里面也是会有压力。哇，这步道真的还蛮高的嘞。我真的。这样，对对。我们要上去了。哇！它是这个是线在动还是缆车在动？线。应该是线吧。不知道。线啊！你看那线。哇！我们还可以坐这么远哦！我以为上来就没有。你这么远哦，难怪要坐个半个小时。接下来好恐怖呢！爸爸好怕。哇，好高哦！好漂亮的风景哦！你看日月潭在下面哎，嗨！我不怕。好，你不怕？你看 ，Hello， 日月潭。哇！你不怕？你干嘛一直握着我的手？我只是要牵你的手。好，那你牵，妈妈怕你牵住我。我很怕，那你抱我。那我要牵你。好。靠边。哪里在尖叫？我怎么知道？是他们这一团的吗？上面有气球。学生呢？会不会是学生来参加毕业旅行？会来这么好的地方吗？不一定啊。我也不知道。很怕这个球哎。好像有一团的都是老师，我都看他写老师老师老师。要不要坐过去？还有一山，还有一山高。感觉好像变慢了。对呀、啊，停了。对。哪有停？怕什么？因为现在是往下。哇！日拍一下日月潭了。往回拍。我现在是在录。是线在动，不是我们的这个在动。
是现在的。终于做到快要做烂了。很害怕吗？不害怕。哪有掉？等一下玩完我们就休息一下，上如果回程的时候就是休息一下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带你们到我们晚上住的地方休息。哦，越来越高了，对对。我还看得到小汽车哎。对啊。汽车变得很小了。对啊，因为越高越小啊，对对，爸爸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本来就知道啦。哦，我怎么都不知道。你看树也变成很小了。那树怎么写？你知不知道？树。木土豆寸。哇，又一个球了。哎，很吵嘞，我要安静啦。他很紧张。哦，脚都已经流汗了。真的有那么严重？脚麻掉了。脚麻掉了。在走路。真的哦。对，说不行这样。那你再跟对着镜头，对着爸爸的照片说，我脚都流汗了，很紧张，脚在发抖，发抖的儿子特写，儿子看爸爸，我觉得不恐怖哦，我也觉得。你觉得呢？陈一翔，说说看你的感想。很快乐，而且又不恐怖。你知道他那一颗捅出来的那个，只要他讲话就很清楚。对啊。他其实脖子后面也很大颗。可能他脖子后面之前我摸到，你自己看，陈一翔对着侧面讲，对着妈妈，转那边对爸爸，很像好。讲话啊，你对着这样子讲话，这样讲话。Hello。很明显。Hello。是不是牙齿掉下去了？没有啊。还有吗？我们可以看看还有吗？还是快到了啊！哇，好像还有一段呢。我哩嘞！怎么会那么陡啊？很恐怖呢。又不会。对啊，已经不会了。不会，你为什么手握越来越紧？这个至少是那个60度吧。陈一凯，你的手流汗了。我也是啊，怎样？我没有。哇，还可以坐到那边去呢。还是坐到这边就要下车了？不知道耶，如果可以坐到那边去的话就是太幸运了，就是划算吧。对啊，划算啊。可是那边好像是要去九族文化村的，因为那个缆车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行，站起啦。有可能哦。对啊，等一下门就打开，然后我就要下去了。啊，下次有机会再带你去九族文化村玩。我们下次就买套票，好像1000多吧。啊，我想吃八老爷。八老爷，我们明天要去绿营农场，就是八老爷牧场的好朋友，一样有牛有动物可以喂奶奶。你上次去有喂奶奶吗？喂小猪。喂小猪哦，不是喂牛吗？你那个上课之后，星期五你带去给护士小姐看啊，看她懂不懂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应该是淋巴瘤而已。不可能吧？我觉得是那种脂肪瘤。脂肪瘤没关系。地震！地震！啊，痛！发生什么吗？哇，我到了耶！我们要坐回去绕一圈了。先下车一下下吧，可以下车再坐上来吗？